雷锋的精神鼓舞了我们解放军一代又一代的军人的成长。这首《雷锋日记》大家传颂了很久，老师也从小就告诉我们学雷锋做好事。我们不仅其实是要学习雷锋精神，我们更要去传承雷锋精神，学习雷锋做一个好榜样。这首歌是我听到最温柔、最有诉说感和故事感的一个版本，是年轻人喜欢的旋律，让雷锋同志的形象在我们的心目中更加的清晰。有多种融合，听起来之后又能让我们追思过往，又可以让我们有新时代的这种激情。